喂，嘿嘿嘿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这首歌叫做《星星》，没有错，有人有听过吗？公馆青少年的星星。好，对，然后，没有错，也非常感谢，就是听到现在的朋友们，虽然还没结束，对，然后还有歌，没有错。那就是我刚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因为这首歌叫《星星》嘛，那待会中间的时候可以帮我举起你的手电筒吗？可以。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。很爱你。